的出现面若情，心袂清，意袂变，请你来上这细命。心上不幸，一片的真心换不一本苦恋经。古早古早。李良明，我要来。你有看到我给你的字条？有哦，你真有够厉害呢！迄张字条咧藏在我的身躯，我竟然讲家己拢总唔知影。吼，你有够厚。迄无重要。上重要是昨昏张某送你回去考驾的时阵，伊有问恁什么无？无咧。要唔我哦，阮小弟有咧问我啦，问讲是毋是你确实来台西朴树先的啦？还是讲为什么你那要台是毋是你？啊，是有人冒充你。朴树先也是应该死的时阵，免人去甲抬，伊家己来去死。恁个烦恼是恁家己功夫，到底是甚物款？我煞上烦恼的是，可能有大条代志发生。大条代志？嗯。是甚物代志啊？是几落件代志连做伙。起来！今日我要传你一条秘功。秘功？免遐搞我。叔啊，你叫我韩国，韩国，什么代志？叔，你来叫我啊！徒弟，拿这花去啊，你敢免来点？你是哦，行到暗时啊，吼，叫你用变的，你唔啦？哎呦，实在是有影。啊，相公我无想要用变的，是讲哦，今仔用变的转来哦，啊，不然因就感应到，啊，因甲感应到，讲咱转来甲遮，因就知影讲咱是要转来找阮神的。嗯，伊两个敢有遮巧？哎，迄真歹讲哦。啊，搁再讲，啊，行两步啊，当作咧运动嘛。啊，而且，迄阮神还用裙子做那个绑起来，你敢惊讲伊会走去的哦？有影就对。行路动，行要创啥？你看，是汉古的呢。你来这个用白的，微信的。唔卖讲遮济啊啦，捂住啦，先甲盖开啦。白个只白阿骨，烧够痛。我安尼啊，我知。哇，清楚，我是谁？是你，我是阿林替我解开困先生。汉国一只，你不是用困先生白条的，然后就救醒女性。早都我用分身讲，一切拢在我控制之下。小分身啊，你在讲啥？阮听无啦。听无不要紧。只要恁知影，你是我小心化骨山的试验品。试验品？你要去卖仙丹？阮也毋缀你去的。对啊，你想讲一个要掠阮两个，那要哪有可能啦？刘勇，你敢知时间在倒哈？这我哪会知？最近是你家己行较近呢。
你都唔知，我要哪会知？唔知会咱接的哈？哦，啊那安尼，就表示你真正给伊买着啊？较细声的啦，万一叫叔公听到，会歹势呢？歹势？是你的歹势，还是伊的歹势啊？陆勇，你。是门神啊，就是因甲咱旧所在咧怪运神啊。我来干嘛因两个吼？怪怪。什么怪怪？应该爱讲足明显的啦。我顶回吼做梦去梦到的吼，就是迄个明白白有一个呢。对啊，我来梦去变迄个好手的啊。啊，不过吼，总是感觉怪怪就对啊。哎呀，什么怪怪？啊，因是神啊，咱是人，当然嘛无共。好啦，今日来啦。等明仔载哦，苏强若是真是有来，咱就招伊来去关家，拄仔好找迄个朱坤来摕物件。哎，行啦。总部长，这是大人在想你。想我？公公，天公在想我做啥？你家己是做捕头的人，你敢毋知影是啥物情形呢？无顶面的温存，并且将我处斩。听讲大人是要先斩之后走，以免你搁再逃走。这真是上好一笔钱。哎哎，小兰，你甲大人讲，讲我知影太叔，伊要找大人，让伊两个囡仔下落。什么？你讲较清楚。你甲听大人讲。讲伊若想要升官发财，叫来见我。朱坤才是提起着我义父的代志。是啦，我嘛唔知代志到底是真诶也假，所以只好请你过来。我嘛唔知，也毋过咱两先问看卖。爱我娶我，当然嘛用的。啊，不过你来保证我无代志，而且阁要有奖金。代志是真的也假的，都还不知影，你就敢讲条件？是真的也是假的，你会去查，对无？刘公子，你是严太师的义子，伊应该要甲你讲过陈信侯的代志。听来伊，你是要升官还是要发财？看你家己啊，啊？刘公子，你看啥看？陈姓。哎，看你阿在做啥？哎呦喂！接你，接你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那胃要紧无啦？哎呀，啊，习惯就好啊。啊，那无习惯吼。你嘛都爱习惯啦，啊！是讲你脚骨吼，血流遐多，明仔载我咧拜托军师哦，将你个脚头吼，甲你拔起来，你就较袂遐痛啦。哎呦，脚痛是不要紧啦，我是上惊我心咧痛。我对朱坤哦，安尼够死忠个啦，还是要对我安尼咧？天地昭昭，法网恢恢，朱坤一旦走死，也袂当走死人。鬼尾嘛是用镣刀转来，但是我唔甘愿，我阿伯拄着伊哦，我绝对放伊袂煞。我来讲。哎呀，那就安尼啦，看较快速啦，代志较过去，啊过去就煞嘛。你敢看会开？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影哦，你也有两个后生哦，也活在世间，我嘛知伊住伫什么所在。
你请我两个后生，你什么所在？对啊，对对对对，一个叫树林，一个叫树强，对吗？对。哎，现在人呢？人伫龙凤镇。龙凤镇。啊，离这个所在200里外，迄、那个龙凤镇是？只要爱知影讲，因后平安伫咧过日，安尼就好。其他我心内嘛无去再强求。平安哦，今嘛是平安，后摆有平安无平安，我哪会知？这，我唔是伫个讲你吓。这个朱坤走出去，就是要灭国杨太师，爱知影树林的。哎呀，你知影杨太师？哎呀，这杨太师十几年前就去闭门啊，迄宝物咧在什么所在？啊，大家拢冇知影，迄宝物哦，只有侬给你两个后生身上。敢有影？你敢知影我迄两个后生伊身上安怎？知咯。安怎？你出来去找。啊，大林哦，你敢要？十几年无见面啦，我惊伊认袂出来，所以我要拜托你。大林，咁走未出去？你因为我伫这个所在关十几年，我是咧关假的。嗯，我是嘛安尼。阿贵，阿贵，相思在飞。照顾无去妈祖庙拜啊！唔知要招女儿去，我看还是买好啊。卡面佫问我讲吼，干妈祖女儿讲啥？阿姊，阿你一个人公公写想啥？无啊。你要出去哦？嗯，啊，就厝内占线无啊，我要来去王大进因家买占线啦。你敢有要斗阵去？我无想要去。安尼我来去啊吼。妈祖娘娘，我知你是有求必应的。卡苏林若是听到我的心声了后，一定爱让苏林的心转向我。哎，阿姊，阿姊，啊你嘛来？啊，我是来讲求平安的。哦，啊你呢？我嘛是啊。阿公啊，实在足好命的。嗯，阿即摆你我，你毋是已经拜过啊？我看吼，我也免啦，咱转来去。好。阿姊，小平已经离开啊，妈祖娘娘一定会心疼咱的啦。妈祖娘娘。哪有可能为了要输一个人快乐，来牺牲另外一个人输伊痛苦？将来的代志，我实在做唔敢想。阿姊，你莫阁想遐尼多啊啦！我想总有一天，苏强一定会了解你的心意啦。嗯，凡人都是凡人。只有凡人啊，才会为情所苦。嗯，你是安怎啦？敢有出脱嘞啦？是嘛有新的感情啊？啊，若无，为什么要处罚歹人，不比好人嘞？敢讲
这是无情来执行天地之间伦常，甲如法的。太你讲诶，太你讲诶，哦，你真无出团，安尼走去。啊，哎、欸。是你讲，莫生气啦，你吼讲啊真对啦，莫生气啦。哼，我袂甲你计较啦，甲你计较这嘛无效。咱即马吼，紧来去麦仙洞找救温风线啦。对对对，大姐吼较重要啦，行行行行。行，好。嘿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，啊，四月拢找啊，哪会找无啊？嘿。我看迄支线吼，一定无在洞内啦。你莫袂记哩呢？当初咱甲咧温神啦，安尼真假咧，唔知人影咧。嗯，哪有时间去找去温风线啦？哦，啊，你意思就讲，迄支线应该咧洞外咯？应该是安尼啊，袂走歹去。啊是讲我咧外口行来行去行啊济逝吼，我拢无看咧。敢讲是？到底呢？你甲我想的哦，拢同款。一定是咧陈树强啦，当初吼，干那伊留咧动我尔，嗯，迄支温风线一定是伊摕走的啦。到底呢？啊是讲陈树强伊敢捌报？到底呢？想看嘛呢？伊是运动呢，运动呢，嗯。好、啊、对对对，若是讲伊是运动，安尼就无同啊啦。伊即马够咧破事先听无？嗯，阿仔，若要知吼，看嘛来啊。阿廖，咱即马行。好，行行。哎，阿老赵，阿你就来啊！对啊。神经诶，那你是咧起痟呢？我是阿宝呢，阿你甲点落去。就是讲咩？你若想要去甲同事相拍，阿莫通知者。嗯。哎呦，这个少林暴走。哈哈哈！徒弟，出来。是。原来恁在讲赛风心嘛 ，Andy。句话我愈来愈相信，那是恁四个抓我一个，今嘛三换我一个抓恁四个，哈哈哈哈！敢那想着爽，老弟，总该爱吧？是。你咧等的人无过来，我咧等的人嘛无转来，等几暝拢等无人。那苏强吼，我是无伊法啦。要唔过吼，阿公都无应该啊啦。我是咧等伊提钱转来甲树林赎身呢。阿公哪下借钱？一千两呢，是一个大数目啊。啊唔过，迄万花楼的人有讲，那是树林无转来，唔才着爱赔伊一千两啊。啊，即摆树林伊转来啊，迄一千两就会使唔免赔啊。我想两百两，阿公应该有吧？你讲的拢是废话呢。树林若无去万花楼，一千两咱本来就摕袂出啊。啊，树林若去万花楼，咱哪就摕两百两。对吼，安尼我就唔免等阿公转来啊。行，来去考驾。去考驾？你是想要甲万花楼的人抢树林？无啦，我若要抢的话，我早起的时阵就会使动手啊。恐惊的吼。你要带树林转来，人伊阁摆底你来嘞。因为即摆树林所关心的吼是秀萍的代志。我就是因为考虑到秀萍，所以昨暗我唔才会无动手。那安尼你去考甲要创啥？去表示关心吗？顺便阁陪你来去找树强，会用的袂？恁两个徛到阮个大门口，是要创啥？我是万花楼的人，我要来带人。万花楼的人，咱应该走。阿姨，你给我拜托，再怕你坐车，你是从万花楼当做主管了。歹势啦。苏林嘛，阿兄。你以后要好好照顾小平，我要来去万花楼啊！袂用的啦，你要来砍的。袂砍的，我嘛是爱去。我若无去，都爱换小平去啊。咱总袂当目睭金睛，看小平去万花楼迄款所在，是毋是？拢免拢免，
我来。阿贵，阿贵，去相思在彼岸。是你无情，在我心内深深。农民，农民，我来讲。头家甲头家娘，我拢甲伊讲好啊。以后关于讲你读书的代志哦，伊拢会甲你强记要教。办好，我来甲你，我来去。哎呀，头家娘。安怎？因办好了吼，我替阮小弟来去。你哦。嘿。嘿，这个袂歹哦，这个较粗用哦。哎、欸。袂用得啦。安怎啦？头家娘啊。嗯。阮阿兄吼，伊有植物店啦。不管是都会发肿嘞，伊不适合啦。有影无？哎啊！你莫听阮小弟咧乌白讲，我讲哦，恁俩的工课哦，也是我较适合啦。行，咱来去，免阁啰嗦啊，行啦。阿兄，我来去啦。无你的代志啦。嘛啦，阿兄。闪开啦。阿兄。我来去啦。头家，嘿，你是毋讲我会当嫁代志亲娘？是啊是啊，无唔对啊。安尼，扣掉以前的一百两，你还阁还我九百两？无问题。只要你跟我回去万华楼，我来双手从钱交予你。唔免交我，交予伊就用。小平，袂用一啦，你袂用去万华楼一啦。好啊，淑玲，你莫阁讲啊。我已经决定啊，你莫阁考考我。阿姊，这个吼，就是迄个万华楼的差别啦。讲啥？查贝，我甲你警告哦，陈树林吼，伊去恁万华楼了，你若是敢甲伊欺负吼，本官用我三更半夜就走去找你哦。哎呀，两位姑娘啊，恁误会啊啦，去万华楼吼，不是伊，是伊啦。你要去万华楼？什么时阵啊？你哪会还阁笑会出来啊？我有去过万花楼呢，那是什么款所在？你敢知影？我去了，我自然就知影。啊，你阿爹阿娘敢不敢要让你去？伊唔敢嘛就敢嘛，实际上伊已经袂记。嘿，无你两个阁戆戆徛，这是咧创啥？是袂晓小藏一下啦？跟伊个无关系，虽然有藏起我，是我家己。我先向你告别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来行。是啊是啊，咱来行，咱总来行行啦。苏勇，啥物事恁来带伊去？伊是对要去收钱。收钱？嗯，你即摆是你讲啥？我听拢无呢。详细的代志，我那天要来就要讲。我看咱也是会晓讲的。我查一下去季祖坤。季祖坤？我袂见了。你毋是讲祖坤知影你阿爹阿下咯？即摆已经抓到啊，敢讲你无想要问看卖啊？我毋知啊，当初是为了要走路。身躯无到半线，想要骗一寡所有我个凊彩讲讲的。凊彩讲讲，你一定知影你无爱讲，要无你谁也知阮老爸叫陈胜无？哎呀，迄哪有啥好遗憾的？你想看卖，当初恁两个兄弟啊，送个苦甲兼收留的时阵，关个户口都登记啊，顶头嘛有写你亲生爸母的名，啊我凊彩查一嘛错，对无？是啦，是有登记无唔对啊。啊，不过我还是有疑问，为什么你会特别去记苏强因阿爹叫做什么名？你敢知影？阮阿爹叫做什么名？嘿，啊，这哪有什么好疑问的？你小想看卖，当初陈苏强是当作死人去关入来要验尸哦，我共同做甲一个总捕头，要调查这件代志，不是真肃详？是啦，那这点是有影。我看吼。代志无参与朱坤所讲遐尔单纯，但朱坤伊是毋是被发配兵中？是啊，
对啊，伊病发病病重，为什么会挑挑唆把你，搁走转来咱家嘞？我来讲你吼，实在有够戆啦！用你读个小想一下好无？哈？我要走路，这个所在是我上较熟悉的所在，我当然嘛是走转来遮。这是无可能哦，愈熟悉的所在，你就愈有可能去互抓。祖坤，你并不是戆人啊！我大概知影，树根你来点你什么所在啊？伫什么所在？请问大人，祖坤伊被发配伫个倒位？发配的地名呢？我一时嘛想袂起来，等我编资料才会知影。那安尼，资料敢袂用借阮看者？这当然会用的咯，也毋是啥物秘密咯。来，恁对我来。好，行吧。金公子，我不要你相管，莫让你闹亏哦。真好，也毋过，金公子，你做恶多坏，死有余辜。你有咧想国行的制裁？我要见太师，我要见太师。你去伯伯啊，小平伊袂当留喺万华留住，托给你，我叫你，我甘愿代替小平在万华留，甲你做代志拄上，就算我做牛做马，做死人拢总无要紧啦。那你是啥物卡潲啦？做牛做马，啥物值偌济？啥物值偌济？只不过是欠伊一百两，加减两百两尔。啥物啊？两百两啊？哎呦，迄柯小平哦！是我开一千两买伊入来呢，伊即摆代志万花楼，就是我的人啊。搁再讲，着凭你的姿势，你上减嘛会使替我赚一万两。哎呦，迄两百两你也讲会出嘴的，我呸！哼！你卖管我，我无代志。小平，好啦，就算讲是一万两啦，我嘛会去想办法。就算我养枪，我嘛会枪来给你啦。这么多，我叫你。你还在讲啥？哎呦，你看啦，你规身躯瘦包包啦，你卡得敢那鸟仔卡啦，你这款卡潲啊，莫让人抢到头前，我想要抢人啊。哼哼，也唔过有要讲倒转来啊，啊像你款瘦鬼的，嘛无啥物通让人抢啦。哼哼哼哼，笑死。你，素萍，你紧转，转去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莫再自找麻烦，紧转去。素萍。我袂当目睭紧紧看你对着风前进，你莫管我。头家娘，我真就安尼跟你甲你要求，我叫你放小明回去好无？哎，你做妈咪，现在敢卖，要敢卖啦？打死你！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无才你台湾坐厝，遐尼不知廉耻，凊彩在遐害人下跪，你成啥物体统？搁再讲。我跟你无亲无戚，我来万华楼跟你有啥物代志？你紧回去，我拄仔才来遮，还阁真代志在学，你莫妨碍我。小平，你即摆到底是咧讲啥个啦？甲讲你袂当明白我对。好啊好啊好啊啦，啊人靠小声来讲甲你面，我你阁袂晓听，你钱摕紧甲洗出去啦，来，挂出去。小平，你还想清楚啦？小平，你听我讲，小平，你还想清楚啦？小平，小平。司令，司令，你来这，你来做啥子啊？司令，人去办花头是开始，啊，啥物你安排花头出来，结果有遮侪钱，到底是啥原因？现在，大家是咧讲啥？那是小平卖身的钱啦！啊！我你到底是哪？我唔知影，对内面一直讲起来。姐姐，我来听伊啦。啊，系啊。我
憾哦，这才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啊！有够憾，有够憾。朱坤，伊是河顶干杂的少年啊。假使伊若是早就知影恁兄弟的身世，伊一定早就去被报检太师啊。哎，刘勇，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朱坤是这边去河滨浴场，在有所发现的咯。要哪呢？阮阿爹有可能去关伊遐。就有可能的。我咧甲想，朱坤可能是伫个浴场拄到恁阿爹，无意中去发现到恁的身世，所以伊毋才会敢涂工啊，想要去被报检太师，讨得到伊的保护啊。哪里上街哦？我即马随来找。哎，苏强，较等的啊！啊，你毋知我兵伫场伫倒啊？我陪你来去。啊好啊，无咱即马随来去。哎，较冷静的啦。恁也想看卖咧，严太师伊这么多年来，拢一直咧找恁的兄弟啊！啊，恁即摆去，毋是自投罗网是啥？搁再讲，就连迄个张宝，伊的身份甲伊的目的，咱嘛拢还讲毋知影。所以我看，也是等阿公回来，咱才做一个决定啦。树林，阮小弟。不要紧也无啦，我嘛唔知影，无代无钱，我着规身躯着去胃寒去啦。安内安尼啦。阿公，到底是安怎？你到底有甲树林治好无啦？袂用阁治落去啊啦，迄个治落去愈治愈吃难啦。托树先生，无你即马讲即句话啥物意思啊？煞唔知影，这树林嘛，就是伊着啉着这温馨的转魂汤啊。但是这款无要紧啦，只要照时间过啉吼，结果是意识改变啊啦，啊身体改变尔，对性命无遐危险。啊，我即马是用是想要甲伊啦，用我药落去讲啦，结果我药就无法度将伊身体所有都拢逼出来，煞造成到正邪两枪药啊，煞对枪啦，煞颠倒对伊性命危险咧。啊，恐惊以后吼，这发作的时间吼，阿公会愈来愈紧哦，最后恐惊。阿公，阮大人急到要死啊！恐惊会安怎啦？是安怎？紧讲啊，紧讲啊！恐惊，死翘翘啦！阿过去，相思在彼岸。是你无情，在我心内深深挂一条。死翘翘啦！哈，阿公，我唔管啦，我唔管啦，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啦，紧的啦，若无我嘛不爱活啦。啊，你也不爱活？骗人！哎呦，世间出个这只大面相查某囡仔，哎呦，安尼要瞬间哦，哎，拜托了，你咪看你瞬间人会感谢你哦，哈哈。阿公，什么时阵啊？你还够有心情滚生笑？我买你的出手哦！阿汤，阿公这出手留偌久了？怎办？我问你，啊，恁滚你走倒！我袂甲你讲啊。对，树林啊，阿兄已经知阿爹伫倒位啊咧。确实的，阿爹即摆人伫倒？伫个后边夜场，我找恁来去找，咱先到恁来去。小蛋。我问你，恁这消息是安怎啦？对官府也来啊，迄官府的记录哦，绝对袂无唔对的啦。袂唔对，你讲全世界家恁阿爹单姓何啊？啊，阿爸就袂使何名单姓何啊？阿公，恁哪安尼啊？你甲我点，你甲我点。我讲哦，恁两个兄弟啊，即马身份已经暴露啊，恁的安全第一。那有关恁阿爹的大事啊，免急，时机若到，恁自然就会受任。这几年来，
你拢无爱我，甲阮讲，阮阿爹下落。即摆阮兄弟啊，家己有线线索啊，谁人你阁无爱阮去找？你莫问遐济啊，死狗你就知啊。我讲，最近啊，会发生大代志，恁大家每人爱提高警觉，安分守己。哼。发生大代志，到时就讲个死狗你就知啊。但呢，阮兄弟啊是要安怎？我唔在无法度去场，通去找阮阿爹。你阿爹无提啊，你阿爹。我来讲无死狗，你一定会承认啦。好无？恁四个家接着听，从即马开始，恁两兄弟啊，好好家在密室内底，绝对袂用藏出来，而且袂用让看到恁迄剧本。啊，撇掉主角，绝对袂用让外人知讲因两个兄弟啊下落。啊，有关于性命的问题，你要听清楚。我要出来。阿公，什么代志？淑萍已经去往梅子办花楼安尼。唉，这查某囡仔实在足歹命。我是烦恼，树林伊会常常走去家己看，啊，那安尼就会暴露伊的行踪啊。我知，我知。朴祖先，你来来吃。小平，你敢不知道任何人只要有钱，都听我来这所在。既然已经来吃。知影甲无知影，已经无重要。你也想清楚着，无要紧。你确实若无去踮这所在，依照你讲，我是嘛甲你斗相共。唔免，无得到这所在，才是适合我。唉，人生本来就一代事，一时间会感觉足严重。但是经过几年了，你就想要甲伊计较。人生本来就看开的，啊，若无你先吃亏哦。多谢你好意，也毋过我所做一切，我真是袂后悔。希望你家己好好保重，以后任何代志，再来阿公来找我。朴祖先，麻烦你转告树林，叫伊以后别再来找我，叫我放我袂记。林公主，严太师的刑馆下官已经准备好了。真好。太师三日后会来到这，明早来到这。是，要朱坤啊，看好势，太师可能无变了。是，啊，陈树强兄弟啊，我已经派人监视因的行踪了。下。刘某，原谅我袂认真的无，甲你见面。你是挑衅我出面，我因你来遮是有一件代志，爱拜托，希望你会当答应。你讲，我希望你会当放过树强甲树林因两个兄弟。你甲因是啥物关系？无啥物关系，只是看袂过去。我甲你也无啥物关系，为甚我来听你讲？敬酒唔食，你要食罚酒。是你无情，在我心内深深挂一条痕迹。当初乱梦，敬酒唔食，你要食罚酒。哈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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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囝来这目的，不是要害你。我知影你自讨真济，故事嘛真骨结。我只是要甲伊讲一句话：做代志以理而理，千万唔通自招为虐。我看我是找刘洪队等你的消息。你无想要提早见阿爹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我身体可能袂敢行遐远的路，而且我若跟你去，拄到危险时阵我拢会拖累你。不再讲，霍子轩的伊嘛有讲过，夜场迄个人不一定是咱阿爹。你是毋是为了小平，无想要见阿爹？不是啦，不是完全为着伊啦，只是我有淡薄仔担心伊。司令，其实小平的遭遇，阿兄心肝比你搁较艰苦。本来我有想一句话，无想要对你讲，也毋过看你安尼对小平安尼啊痴迷。是不是连阿爹的代志你也无重要？我跟你讲阿弟，阿兄，你想什么代志在骂我是？自君甲小平，因两人有无正常的关系？情到深时才分开。目眶红红，送着你，缘到尽是情难离，心头浮浮来离开。千言万语讲袂出嘴，讲袂出口。相随，相随。